我现在30多了，还一个人单住，邪淫害人不浅呐，千万不要再邪淫了。手淫危害，浏览量1773。我现在30多了，还孤独一个人，母亲70多了，就骗他说我有女朋友了。长此以往，我真就是不孝顺了。我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到初中的。在上初中之前什么也不懂，心灵比较纯净，全部精力都用在学习了，所以成绩还可以，从此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。到了初中就不好好学习了，只学自己喜欢的数学，结果成绩一般，幸亏班主任找我谈话，才使我成绩有点起色。到了初二我开始手淫，用不多久手淫对我的危害就来了，我上课开始走神，注意力不集中，并且还瞌睡。自以为仗住底子好，成绩会上来的。到了初三终于大病一场，住了一个月的医院，成绩就再也赶不上了，正好到了升高中的关键时候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我的家庭状况很糟糕，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40岁了，每次母亲到学校，同学都说你那奶奶来了，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自卑感。我回家对住母亲发火，不要到学校找我了。现在看来我是多么的不孝。我的哥哥由于小时候受到惊吓，大脑没发育全，到现在为止智商还停留在3岁的水平，生活基本不能自理。每当别人欺负他骂他傻子时，我的心里很难受，就连小孩子也欺负我哥。沉重的家庭负担都压在母亲的肩上，父亲由于得了关节炎，很少出去干活挣钱。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母亲劝我初中毕业就不要上学了，当时的我对上学已经产生兴趣了，我深信自己将来能干成一件事，不想这么早就踏入社会。母亲毅然决定，就算砸锅卖铁也供我完成学业。就这样，我复读了一年，考上了高中。上了高中，我的手淫病没有戒掉，还经常手淫，心理开始变态扭曲。由于高中学习压力大，并且住的是集体宿舍，我手淫的机会少了很多，学习成绩在班级中等。可是手淫的对我的危害还是很严重，上课注意力不集中，一瞌睡，课程跟不上，就这样直到高三一直就是这样的状态。高考的时候由于压力大，每天晚上都会失眠，结果考得一塌糊涂，高考落榜了。又复读了一年，勉强上了二本线，结果还是被调剂了，没有上到理想的院校。到此手淫还在继续住。到大学接触的东西多了，当然也包括黄色的东西，手淫更肆无忌惮了。到大二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没手淫，大约3个月的时间吧，但是一淫并没有断。用功学习了一段时间，到学期末的时候拿到了3等奖学金，也算是戒邪淫的一点果报吧。大四决定考研，开始有意识地控制手淫的次数，那时候早就意识到手淫的危害了，基本每个月一次。到毕业的时候，我收获2个成果，考研成功，英语6级通过。读研的时候自己买了一台电脑，从此专门研究下电影，只要网上能下到的电影我都能下到，我下了很多 A 片，进一步加剧了我的变态心理。读研的时候我手淫又到了一个小高峰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学业荒废，找工作也不顺利，好工作都被别人找了。工作后还在继续手淫，眼看成了大龄剩男了，恋爱一直不顺利，别人也给我介绍了很多，都由于自己的不主动，最后不了了之，这都是手淫害的。每次手淫后什么都不想干，
也不想女人，天天抱住电脑，无所事事，就这样得过且过住。工作也不认真，每次上课的时候，都是前一晚加班备课，结果上的一塌糊涂，经常被领导批评。最近因为经常迟到，还被领导批了，总之很不顺。对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不敢表白，即使表白了，也被拒绝了。奉劝有手淫的恶习的亲亲们别去表白了，一定不能成。喜欢他就为了他彻底戒掉这个害人害己的东西。我现在30多了，还孤家寡人，母亲70多了，每次回家都盼望祝我能领个媳妇回家。我怕回家，可是又担心母亲，就骗他说我有女朋友了。母亲年纪大了，长此以往，我就是很不孝顺了。我罪孽深重，我深信手淫确实有危害的，而且危害很大，它能使你一生一事无成，后悔终生。我发誓我一定戒除手淫。生活对我来说是很难，但是再艰难，我也要努力。为了母亲的期盼，为了父亲和哥哥，我要努力。我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，手淫一定会戒掉的，不抛弃，不放弃。手淫现世报。一，手淫的人身体会越来越差，经常感冒，耳鸣，眼花，口舌生疮，腰酸腿痛，鼻塞。二，手淫的人精力不济，头昏脑胀，白天老是要睡，晚上又睡不住觉，难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三，手淫的人形象会越来越差，会越长越丑陋，缺乏阳刚青春活力，生得一副萎靡猥亵之相。四，手淫的人严重损害大脑机能，将导致记忆力急剧下降，学习能力丧失。五，手淫的人与女生在一起不自在，害羞，难以与异性正常交往沟通，谈恋爱也很难称心如意。六，手淫的人坏功名最快，很难考到自己理想的学校，升职加薪之类，一般都不会顺利。七，手淫的人会大量折损自己的福报，最终大多沦为平庸贫贱之人。八，手淫的人相当于是在慢性自杀，是大不孝啊。九，手淫的人像一个大漏斗，会迅速漏失所积的功德，修行不会有什么成就。十，手淫的人关闭众善之门，使善神护法远离，陷入万恶深渊之中，被淫魔邪鬼加持。若不断除，现实命中即堕落到地狱，长劫不出。手淫的人现世报应，不可不慎啊。